南宋年间，奸臣当道，金兵入侵，抗金名将岳飞被害风波亭，一时间人人自危。相传西南首富杨家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 杨虎，本座看你身手不错，如果你肯投诚的话，我定奏请相国给予网开一面，你看如何呀？做梦！世人只知道杨家强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真正杨家强的秘密。 杨家武术将从今日在江湖上消失。杨将军，虽被奸臣陷害，但精神犹存，终有一日尔等必遭天谴。至此以后，小河两岸的寨子习武成风，尤善剑术。寨子有一个习俗。 凡是利用武术做出伤风败俗、不忠不义之事者，由其师父废其武功，将平时习练之剑丢入河中，永不得习武。剑河也因此而得名。 你往哪里跑？哼，你讲武德。
哎，我的鱼！这些都是我的。孩子大了，这孩子，真讨厌！哎，陪我去看水谷。你要去看水谷舞表演？小声点，让债主知道就完了，你要不要命了？我说彩凤，你也知道这是犯大忌的。我以前听说有人偷看，被他们抓住，用绳子吊起来打。你到底陪不陪我去看嘛？我谁？别跑！站住！师兄，是谁啊？怎么了，师兄？有贼吗？有鬼！哎，师兄！切磋为什么这么狠？师父，比武场上胜者为王。何为胜者？战到最后的就是胜者。为师习武几十年，尚不知何为胜。武学修为像人生路一样漫长，目标又岂是一个圣字？
卧龙寨里面的地形的确是易守难攻，拿下来对我们将来的计划一定很有帮助。我找遍了卧龙寨还有回龙寨，都没有我们要的东西，现在就差卧龙寨禁地圣水池了。可是卧龙寨对那个地方看守得太严密，尤其是那个圣水池，整个都在梁老头的视线范围之内啊。20年了，圣水池，我一定会揭开你的面纱，看到你最美丽的一面。风南面来雨，西边闪电，北边雷神，祈求各路神仙早降甘露，佑我回龙寨永享太平。菩萨在上，保佑我回龙寨风调雨顺。寨主，我们这次祭天啊，赶在卧龙寨的前面，要干也干他们，你就放心吧。哼，喂，裁缝，苗族的水谷物真的好隆重啊。是啊，为了有一个好的收成，大家虔诚的祈求风调雨顺。不会影响我们吧？是你射的，他自己飞出去的。那箭真的不是我射的，别人陷害我的。快跟我走，快，别再狡辩了，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怎么了？论武功，论家庭，论长相，我哪一点不如世荣？但无论怎样，我周富贵绝不会做那种陷害人卑鄙的事。好啊，
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现在就冲下去救回石荣，然后向他们承认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我怎么救他？我们这样做是犯大忌的，除非你答应嫁给我。你卑鄙！来吧，抓住了，快把我放下来，我看你小子是别有用心。打他，打他，小姐别怕啊，站稳了。我不会游泳。是我们得罪神灵了，碧云，快带小姐回家。是，老爷。不能饶了他呀！打死他！好了，大家都坐，看好他。碧云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李世荣。李世荣，哥，你干嘛去了？啊，没干嘛。小姐怎么样了？小姐这几天跟着您四处奔波，可能劳累过度，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老爷您先去忙吧，这儿有我呢。赶紧去看看他们怎么处置公子。铁柱，你看，这是在山上那边捡到的。我们回龙寨也是讲理的地方。德彪，哎，你带上这把弓箭，通知他们寨主前来领人，要不然按规矩下油锅。寨主说，要么卧龙寨寨主来道歉，不然就把他下油锅。世荣哥犯错，让周寨主来道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救他。想什么办法呢？去，快去把我爹叫过来。师父，我们肯定是被陷害的。看看周寨主他们怎么说。走，快到了。什么？你让我放世荣？爹，女儿心中只有世荣哥一个人，我要嫁给他。别说世荣犯了回龙寨的大忌，就算没有犯，苗动不通婚，我也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。我不管，这规矩不都是人定的呀？再说了，爹你看的十里八乡的，谁还比世荣哥更有本事？
死你！世荣哥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这一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。哼！让我去道歉，他雷霸天能受得住我的道歉吗？富贵，这剑是不是你的？爹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的弓箭在家里放得好好的。不信的话，我拿给您看。你李大龙是怎么教的孩子，居然还学会嫁祸？你自己来收拾这个局吧。还有你那个丫头也真是的，得好好管教一下。啊，师傅来了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各位坐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世荣，你教的好徒弟，你自己道歉去吧。不关世荣哥的事，我们就是在远处偷偷的看，是有人暗中射箭，故意陷害我们的。你还有脸在这儿说？明明是世荣想嫁祸给富贵，你这丫头还反过来说被陷害。这方圆百里，除了回龙寨就是卧龙寨村民，谁会陷害你们呢？大龙，你和我先去回龙寨看看，如果不行再想办法。好吧，既然梁师傅肯出面，他去找雷霸天的话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现在也只有这样了。要杀要剐随便，皱一下眉头，我李世荣就不姓李。不能饶了他！这位可是梁师傅，在下正是梁在天，都怪我这个师傅管教无方，在下斗胆请雷寨主放了小徒。哼，说的容易，放了那小子，我怎么向寨子的人交代？德彪，哼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要不是梁师傅，我这回龙寨早在20年前就被龙啸云洗劫一空。你可知道龙啸云为什么销声匿迹吗？就是因为梁师傅给他去了一个工头。没大没小的，滚一边去。都是多得雷寨主相助，龙啸云一直都是虎视眈眈，别有用心的。听说山里有宝藏。这个传说说了几百年了，哪有什么藏宝图啊。圣水池是卧龙寨的禁地，周清凡怎能送给外人呢？对，雷寨主，鄙人教子无方，全子有做的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还请雷寨主多多海涵，我这把老骨头我愿意为他受罚。既然是梁师傅的徒弟，好说。你这个徒弟武功不错，要不是他们几个人联合起来，没准还真给他逃跑了。哎，对了，世荣成家了没有啊？哎，家境贫寒，犬子又顽劣，哪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呀？嗯，好了，梁师傅，人你可以带走了，德彪松绑放人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听说这藏宝图就在这剑河附近的卧龙寨及回龙寨，只是这两个寨子的人功夫了得，尤其是有一个姓梁的外姓，功夫更是了得。将军武功盖世，只要拿到藏宝图，我等会全力配合将军攻下镇元府。这西南地区交通闭塞，皇帝鞭长莫及，将军就可以自立为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，到时候我们几个共享苗疆动地。拜托各位。好，将军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就是我的了，大人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小柔心中只有梁云。他就是窝囊废。
我让他在外面站岗，听我们的好事儿呢。救命！别想造反！大哥，二哥让我告诉你，雷霸天放了李世荣的小子。雷霸天不知道我们藏在黑风洞，还是大哥聪明，让村民以为黑风洞有老虎。二哥扮的也挺像。这雷霸天还真有点气量，这二人必须分而食之。希望我们能早日找到宝藏，完成大哥伟大的梦想。是这样的，我家富贵啊看上彩凤姑娘，这几个月来啊真是茶不思饭不想啊，这不非让我来你们家提亲。提亲？提亲？我们家彩凤恐怕配不上你们家富贵。是啊，哎，这是什么话嘛，你们潘家在卧龙寨也是一大户，怎么能说配不上呢？他们二人没有经过互相交换信物，这事儿啊不好与彩凤说起。这个彩凤妈你就多心了，他们二人呐怕是早就定了终身了。师父，这套剑法的招数好别扭啊，不太适合我练啊。练功夫岂能只重视招式呢？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啊。世荣，快过来，世荣，快。哎呀，你别练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富贵哥让他爹来我家提亲了，我爹都同意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你没有给他定情信物吧？哎呀，讨厌，要给了我还找你干嘛，真是。那我也让我爹去提亲。彩凤，来，爹你吃这个，来多吃一点。吃。不用去，潘大勇那个人啊，他是不会同意你和彩凤在一起的，我看没有必要去碰一鼻子灰。爹，我跟彩凤那是真心的，他爹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是不是啊娘？你这孩子就是年轻太愣，你以为他们两家单单就是为了结亲而结亲吗？我不管，他们提你也去提。有本事你自己去。你不去提亲，那我就自己去。站住！儿子，儿子，别追了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这个人没有什么恶意，不必追了。上一次富贵好像就说，有人暗中陷害。他的话你也信？他要是做了肯定会承认的。哎爹，你说会不会是龙啸云的人？那还有什么龙啸云呢，二十年前被梁师傅打伤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，再说了梁师傅还在，他敢出来不怕死？我听说我们这儿好像有什么藏宝图，哎你说龙啸云会不会是因此而来？胡说。我还听说了那藏宝图啊就藏在黑风洞。你可别听他们的，那都是谣言，哪有什么藏宝图啊。我告诉你，黑风洞那儿你可别乱去，我听说那附近啊有大虫，死在那里的人可不少呢，听见没有？少吃饭吧。
哎，富贵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裁缝去。你这孩子怎么沉不住气呢？后天裁缝就过门了，你着什么急呀？难道裁缝会逃婚不成？赶紧准备吃饭。我爹说他不去你家提亲。世荣，这个是我从小就随身携带的香囊，送给你。哎，财宝，你真的给我了？财宝，财宝，我李世荣对天发誓，如有背叛，天打雷劈。劈了你我怎么办？以后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吗？财宝，别走了，那是圣水池禁地，我们回去吧。我就是让你陪我下圣水池。财宝，财宝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这圣水池是结婚前一晚的男女才能共浴的，而且要经过寨老的同意。这生男生女，我才不管他生男生女呢。我今天就是要你娶我。世荣，你想娶我吗？这辈子不能嫁给你，希望来世再牵手。世荣，今生非你不娶。混账，敢闯卧龙寨禁地，把他们抓起来。有偷盗行为，如有发现，罚做苦力30天。二，寨民不得有破坏树木、田地行为，违者罚自家田5亩。三，寨民不得私入圣水池，做出伤风败俗等行为，如不然，二人进猪笼，无论生死，永不得进入卧龙寨。我求你了，寨老，求求你，求你放了采凤吧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逼着采凤去圣水池的。还在那里狡辩，明明就是你们两个人你情我愿。采凤此生有你心足矣。采凤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不是你，不怪你，世荣哥，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这卿卿我我，真是丢人现眼呐。梁师傅，请吧。大龙，求求梁师傅，求求世荣啊！
切才刚刚开始。小心点啊！彩凤，石荣哥，你醒了？彩凤呢？他没事。彩凤，石荣哥，彩凤姐被人救走了。把我放下来！我要去找彩凤。快走啊！被卧龙寨发现就不好了，快走！彩凤，走，走。放下我，把我放下来！我要去找彩凤。石荣哥，彩凤呢？放！是你害死了彩凤。石荣哥，石荣哥没事吧？石荣哥，石荣哥，杀他！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。滚！还不快滚！忍住了，安心养伤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。多谢李寨主。石荣哥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堂兄德彪，要不是他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两个今天可能都回不来了。多谢雷公子大救之恩。石荣啊，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伤好了就离开回龙寨，以免卧龙寨的人来滋事。嗯，谢谢爹。石荣哥，石荣哥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找彩凤。石荣哥，你重伤在身，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我去帮你找。咱们两家算是真正结下梁子了，以后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。怎么了？
富贵，你怎么了？谁打伤的呀？还能有谁？不就雷家那丫头呗。裁缝，裁缝呢？我找到了主楼，但是里面没有人，里面只有一滩血迹，破烂的衣服。我想裁缝肯定是被人害死了。裁缝，都怪李家。凡事皆有因，佛度有缘人。你二位又何必迁怒于人呢？梁师傅的意思是说，本寨主对李家有偏见。上次世荣去捣乱人家几天，就留下我周家的弓箭，这明显是嫁祸嘛。富贵的伤势稳住了，只要静养半个月就好了。谢谢。请师父成全。自他李大龙来了卧龙寨，我们卧龙寨就没什么好日子过。那不然我们把他赶走？不行，这样梁师傅肯定会干涉，我们得想一个更好的办法。你的意思是？一不做二不休。哎，什么？世荣被回龙寨雷月娥姑娘救走了？裁缝呢？彩凤现在是死不见尸，活不见人，下落不明，听说是已经死了。啊！龙寨的人跟我说，儿子约我到黑风口见面，我这就去见见他。赶紧去吧，小心点啊！寨主，李大龙已经上当了。好，你赶紧去通知潘大勇，让他多带些家伙，注意别走漏风声。明白。世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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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啊！李大龙，自从你李家搬来卧龙寨后，就一直麻烦不断，还臆想着祸害本寨主。我给你两条路选：一是带上你老婆滚出卧龙寨，二是长睡黑风口。寨主，跟他废什么话，杀了他，他老婆自然会离开。我李大龙做事光明磊落，从不用卑鄙无耻的手段。你姓李的当然不会承认了。真没想到这么多年
你们做人做事竟然如此卑鄙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动手吧。跟你儿子一样，不识抬举。寨主，我们先了结了老子，小子等会儿就到。姓周的，你好毒啊！来吧。大哥，你看，差不多都齐了。要不我现在下去把他们都干掉。20年得此一盛宴，要慢慢品尝。大菜还没有上呢。之间的事我自己解决，我们大家同饮一壶水，为何不能和睦相处，非要自相残杀呢？梁师傅，事已至此，那就莫怪我等心狠手辣了。是时候坦诚相待了，龙啸玄。嗯，20年一盛宴，得我来主厨。嗯，啊，真的是龙啸玄。20年，你还是为这贪念之心活着。受到了音乐，原来是如此之美，可惜啊，还缺一个高音。原来你还没有死。我平生之愿就是在圣水池弹奏一曲人生之绝唱，可惜啊，梁师傅你是没有机会欣赏了。哼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几十年的白米饭你是白吃了，如此的美人美月都不懂得欣赏，看来这块风水宝地给你用是有点可惜了。我已经通知了二位公子了，一会儿他们就会来这儿为二老送终的，陪着你们去另外一个世界。潜伏在卧龙寨这么多年的原来是你，你好歹毒啊。哎，我们都是善良的人，尤其是在对不起人的时候。人生绝唱发乎于情，放下才可能听到大境息音。20年前我梁某能给你醍醐灌顶，今天照样可以给你降火静心。大哥，
们关系。棋要慢慢的下，好东西得慢慢的品尝。走，你们等着。爹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杨师傅，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中了龙啸云的计了。师傅，你怎么样？三位，可否看在梁某的份上，这件事就此罢手？龙啸云今日一别，定会卷土重来。如今梁某已身负重伤，已无力阻挡他。我希望你们三人一起合力，一起抵挡龙啸云的报复，保住我龙寨。你们大家一定要团结。梁师傅所言，潘某定当遵守。从此和李大龙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从此了结。周某定当遵守梁师傅的教诲。我有几句话要对萧徒说，请各位回避一下。师父，那怎么样？师父，师父，财富其实没有死。山爬路山这是为师祖上留下的武功秘籍，还有宋朝杨飞大将军用过的枪头，在圣水池底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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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苍牛落，
大哥，我估计梁在天呢，此时一定是身受重伤，至少两三个月是起不来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带一帮兄弟过去，把乌龙寨烧成烤龙，顺便给兄弟们带几个小妞回来。嘿嘿嘿。三弟说得对。梁在天。寨主，潘叔，虽然梁师傅死了，但李大龙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寨主，夫才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防李大龙一些啊？我周某人也是说话算数的，况且你我二人当时都答应过梁师傅，不得再与他李大龙有任何纠结，这事儿暂且放下吧。现如今卧龙寨的头等大事应该是如何对付黑风洞的龙啸云。生哥，生哥，日子不能复生，你可千万别寻短见，要好好的活着。月娥姑娘，我不会跳下去的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每个对我好的人最后都会被我拖累。圣哥，没人会怪你，就算全天下都不理你了，你还有我。月儿姑娘，对不起。你去哪儿？盘龙山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找谁？小师父，我找彩凤姑娘。本案是修行之地，并无彩凤，施主请回吧。小师傅，求求你了，请你带我去找彩凤好吗？这里没有彩凤，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。彩凤，彩凤，彩凤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你出来见见我，我是世荣啊，彩凤，你出来见见我，彩凤。施主，彩凤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你心中不应该再惦记彩凤姑娘。你出来见见我。你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生活。阿弥陀佛，佛门净地，请勿吵闹。现在无尘尘缘已尽，二位施主请回吧。阿弥陀佛。不，彩凤，彩凤，师祖走了，你也不要我了。世荣哥，彩凤姑娘已经不叫彩凤了，她是不会出来见我们的。我们走吧。二当家，梁师傅临死前说东西就在圣水池，原来真在那儿。肯定在，梁师傅把所有人都叫走了，只对世荣一个人说的。我马上告诉将军。二十年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到时候关于卧龙寨主的位置，还请二当家在将军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你放心吧，卧龙寨主的位置一定是你的。多谢。Thank you.
生哥。雷寨主。石荣啊，这段时间修养的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你看我的右手已经完全好了。多谢雷寨主这段时间的关照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不是你师父当年救了我，我雷某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。爹，好，不说了，你们聊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师兄哥，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？走吧，啊！没想到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是啊。师兄哥，我喜欢你。对不起。裁缝姐已经出家了，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？兄弟们，三天后就是梁老头的头七，我们给他送点小礼物，血洗卧龙寨。兄弟们，走走走。今天是师父头七，我要去祭拜他老人家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啊，是。该来的都会来。我就不相信，就凭我们卧龙寨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啊，他龙啸云武功是不错，但是我们在座的也不是等闲之辈啊。真打起来，还不知道哪个输，哪个赢呢。关键眼下大家都为地里的庄稼做准备，这老天又有好几个月没下雨了。嗯，大龙，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样，你们几个赶紧通知全寨子的人，晚上一定要加强戒备。是。是。对不起，我喜欢彩凤，我很是融合的在一起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带人去圣水池，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比实力强，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师父，是要出手那么狠，战到最后的就是胜者。为师习武几十年，尚不知何为胜。武学修为像人生路一样漫长，目标又何止一个胜字。
隐蔽，快快！卧龙寨。师兄哥，不要打扰师父。师兄哥，快跟我回去吧。姑娘，请回吧。以后不要再跟着我。我看到龙啸云带着一帮土匪往乌龙寨去了，你上哪去？找龙啸云，决一死战。哎，师兄哥，你一个人哪能打得过那么多土匪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。走，找我爹去。分头行动，是，跟我来。来，来上，寨主，来，请吧。来，兄弟们，上酒，来，哎，上酒，快，倒酒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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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。喝酒，喝酒，哈哈，好酒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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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爹，你快帮帮世荣哥吧！我看见龙啸云带着一帮土匪去卧龙寨屠村了。事关全寨生命，如果让龙啸云知道，咱们自己惹祸上身。那爹怎么对得起全村老小？为今之计，咱们只要把回龙寨防卫做好就可以了。爹，你老糊涂了吧？卧龙寨跟回龙寨是绑在一起的，如果卧龙寨被灭了，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回龙寨了。你倒教训起爹来了，爹自有办法。玉儿姑娘，别难为你父亲了。雷寨主，感谢救命之恩，侄儿在此谢过。卧龙寨的事自有卧龙寨的人解决。世荣告辞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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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爹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哎，世荣哥，哼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
么跑这儿来呢？你家富贵呢？谁逼我？我哥拦住他们，我就爬了出来。啊！这小娘子不错呀，啊，老了也还可以。老闺女，小闺女往上好。上呀呀呀呀呀呀走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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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后，你的身体没事了，快走！等等，你解放！真是老哥我对不住你，还望老弟海涵呢。寨主，你都叫我兄弟了，还客气什么？没错，想不到我们斗了十几年，到头来还是绑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我们哥仨好好干一场。好，走。谁是谁的燕？来吧！Thank you.
虚伪的仇敌。世荣，雷寨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想你师父在世也会这么做的。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放下。寨主，寨主，我都查清楚了，除了逃走的那几个，剩余的全都被我们消灭光了。好，代表，看看我们带来的人都有多少伤亡，另外派几个弟兄去卧龙寨那边帮他们救治一下伤员。好，来来来，把他扶起来，走。慢点。爹，爹你怎么样了？爹怎么样啊？你醒着。爹，我看看。我爹怎么样？我爹没事吧？周大哥，我爹他怎么了？周大哥，你爹受了点内伤，休息一段日子就会好的。啊，爹，爹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了雷寨主，要不然卧龙寨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呢。哎，李大哥，你怎么一家人说两家话呢？我们同饮一壶水，我们是一家人呢。倒杯水。爹，寨主，你没事吧？大勇，卧龙寨的重建就靠你跟大龙了。今日之事，要不是雷寨主，卧龙寨怕是完了。儿子，走之前一定要去回龙寨当面感谢雷寨主。嗯，儿子，以后遇事要多加小心。嗯，放心吧，儿子不会给您丢脸的。李公子。李云。李公子，六小姐希望公子遵从师命在外面闯荡，她会照顾好家中二老，逢年过节也会前去黑风口给师父上香，知道公子心意有所属。但月娥姐和你一样，心意也有所属，所以无论多久，她都会在回龙寨等你回来。照顾好你家小姐。
师傅。带上我一起去闯荡吧。来，多带两条鹅。